Welcome to Siru's channel.而且你知道我拿麦克风，我真会忍不住。你知道，就是唱歌的人都会这样拿。他刚跟我说，你小拇指翘起来是吗？他刚跟我说，你拿得太斜了，要这样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你拿哦，唱歌的人都这样。将要画下句点，而我们也
即将迎来有你在的最后一个夏天。想到往后在偌大的校园中将少了学姐们的身影，内心是满满的不舍。还记得高一刚踏入中山，懵懵懂懂的我们，收到学姐每个月给的外食和纸条，总是开心。在我们遇到挫折时，你们总在我们身边，给予最温暖的鼓励。碰上难题时，你们也会为我们指引方向，与我们克服挑战。今天过后，我们就要离开中山，踏上属于自己崭新的道路。虽然感到不舍，但很感谢曾经与学姐相遇。相信我们相聚的这段珍贵时光，定会永存于彼此心中。电台下台一鞠躬。